节能减碳，别浪费。起码笑脸郎家撩脸呢，就是啊，现在的结婚登记制度真的是，哎，规矩吼，每个人都办一张悠游卡算了。结婚 B， 离婚 B， 结婚 B， 离婚 B， B B B。哦。哎，骗婚的，先要走啊、哦！我知道你不了解我，但我要告诉你，我林小如不是被人骗大的。刚刚那场闹剧是很好玩吗？你是不是不想跟我离婚了？还是你真的想要我的肉体？你知道吗？山猪画了腮红，它还是山猪。什么意思？你说清楚好不好？不要在那边讲什么山猪画腮红，然后又不解释。好，但我没说过，可以吗？那怎么地啊？你等我一下，我有事。喂，一下子要离婚，一下子又不离婚，一下又要我等，你是想怎样？结婚的是谁？一个长相很普通又很神经质的人。我会拒绝你的求婚是因为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会为了我再等一点点的时间。我本来都已经想好了，只要戏一杀青我们就订婚。如果你还愿意跟我在一起，我现在就去宣布退出演艺圈，我不拍电影了。只要是为了你，我做什么都可以。不必了。季兄，我拜托你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只要是为了你，我可以退出，我可以放弃，我可以什么都不要。对不起，是我太冲动了。我现在要做的就是相信你，先等你把电影拍完，不会让你为我做这样的牺牲。可是我拍片期间不能跟任何人传出绯闻，如果你跟他离婚，记者查出来，那他们一定还会再炒作我们的事情，那想怎么办？现在就一个办法，不要离婚。什么？只要你跟他先暂时做一对假夫妻，等这件事情平息，然后戏杀青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各自回到原点。这个婚姻是从错误开始的，至少我们可以以一个有用的方式让它结束。你觉得呢？确定要这样子？手机给我。这是我不曾结束的证据。等电影杀青，我会尽我一切的努力达到你的期望。我用我对你的信任来换取你三个月等待，可以吗？好，我相信你。谢谢。
血。那个女的叫林小茹，就是上次在饭店帮我们解围那个女孩子。是她，我见她实在太多了，她应该能够了解吧。那我先去影探媒体，你先走吧。是宋先生想要跟女朋友求婚，请我去看看戒指，给他一点意见。是吗？那你跟宋杰修是什么关系？你又给了他什么样的好意见？我跟宋先生是普通朋友关系。等一下要试戏，是第七场求婚的戏，你觉得我刚刚感动你的像不像？像，笑到我都差点以为是真的。我用我对你的信任来换取你三个月等待，可以吗？我跟宋先生是普通朋友关系，他老婆在饭店工作，我也认识。他那天好紧张哦，所以我跟他说，戒指只是一个象征，重要的是你们想要共度一生的决心。所以知道他结婚的消息，很替他开心，也很恭喜他，同时也为自己为他们带来困扰感到抱歉。不好意思，我还要录影，先离开了。哎，杰哥哥，我看你们周刊花大钱买了大独家，哎，是个空包蛋。男主角都结婚了，我看这新闻没什么价值了，是吧？我们走吧。哎，是空包蛋还是烟雾蛋？现在还言之过早了。好不容易翘班，跟女朋友来开个房间，有必要拍吗？神经质的女人，还听到你说会帮她完成梦想，要我跟你维持这段假婚姻，好让她顺利拍完这个电影。哎，你脑子坏掉了，干嘛要答应？100万？什么？你不是缺钱吗？只要你配合我，三个月后我给你100万。我是很需要钱没错，但是我是绝对不会拿结婚来赚钱。在我眼里，你们两个都是目中无人的自私鬼，凭什么绑架我来陪你们一起玩这个游戏？拿去，我的爱情也很伟大。明天办完离婚之后，我就会赶快飞去美国去找我男朋友。好啊好啊好啊，但是我记得离婚要经过双方的同意，要么乖乖听我的话，三个月后我立刻跟你离婚，而且给你100万，不然我让你当一辈子的人妻。
要嘛，乖乖听我的话，三个月后我立刻跟你离婚，而且给你100万，不然我让你当一辈子人妻。你敢做，我就爆料给媒体。好好，去，我还可以给你几个媒体朋友的电话，然后我会告诉他们，我的老婆也就是你。有妄想症，现在已经有精神治疗。怎么样，精神病患？去啊，去啊，啊，去嘛，去嘛啊！你明明也知道这是不对的，为什么还要一直继续错下去呢？你是马步汉吗？马步汉什么意思啊？是卑南族母语叫人笨蛋的意思。所以你是卑南族的？不是，我老家在台东，那边有很多卑南族原住民啊。所以你认识阿妹咯？那当然啊，阿妹是我们卑南族之光。我们现在吵架，跟我聊阿妹干嘛？你不了解我，我也不想了解你，好吗？这，你给我站住！重点是，啊、你又给我碰！林小茹，你青春期的时候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？因为我的手刚告诉我，你最多只有一。还有，你老家住在台东，喜欢用马步汉骂人笨蛋，存款里面只剩下几千块，而且生命力比山猪还要坚韧，而且还是个爱吃鬼。你现在还敢说我不够了解你吗？总之，我会尽量弥补你。那100万够你把你的 Dear Dishes 吃个几千遍。你少自以为是，人家至少还有。而且什么 Dear Dishes， 你偷看我东西？当然，不然我怎么了解你？我不是你说的什么爱吃鬼，那是我多年研发出来的私房菜，开一间餐厅是我将来的梦想。哇哦！所以你看，我现在连你的梦想都知道了，再这样下去，你有几颗蛀牙我都会一清二楚。老夫老妻也不过如此嘛。听得听得懂我在说什么、啊？暴男，老夫老妻就是要帮我拿东西。拿着。他心里只要5分钟，拿完就走。这里是我家，你答应我的条件，你就可以进来。你就是侵占他人的财物，你知道吗？开门！你信不信？我叫你邻居全部出来评评理哦！宋杰秀，快开门！你想离婚是不是？那这个是我的。你现在有两个选择：一，接受我的条件，我们到里面好好谈；二，现在离开我家。只要心里还存着不甘心，就还不到放弃的时候。这不是你告诉我的吗？为什么你明明不甘心，你还可以这么快的妥协？3个月后，你可以得到你想要的爱情。那我呢？我一天都等不下去，我巴不得现在就在飞机上去拉斯维加斯找影像。对不起，你可以接受条件交换爱情，但是不代表我可以。